听得到吗？在我的贴吧下面，你们滑到有一个就是球赛的，有一个球赛足球宝贝的，就是那个哇咔哇咔哇哇那个穿着球衣、穿着蓝色球衣的那个视频。然后这个视频的底下，帮我评论或者是转发或者是点赞都可以。然后需要你们的帮忙，因为这个比赛第一名可以拿60000金豆，对，然后就是你们的点赞、评论和转发越多，积分越高。你们如果不送我礼物，我就从这些活动上赚钱，也是你们能支持我的。你们既然就是能支持萱子，然后送不起礼物，你可以帮我点赞、转发，转发的分数更高一点。转发的话是5积分，嗯，对的，因为现在我才第三名嘛。然后大家转发哪里都可以，你就其实转发很容易，你转发出去了，你再退回来，它都会成立的，它都会有这样一个转发的一个个数的，就不一定要转出去，不一定要转出去的。就帮我这个忙吧，因为最近收入实在是太少了，如果这个活动能拿个第一名的话，怎么的也是有个收入的。他第一名有60000金豆，还是蛮多的，谢谢。那你们打赏是8积分，然后点赞和评论是1积分，转发是5积分，可以看一下是最新的那个哇咔哇咔哇咔的那个视频，就你们帮我一下，因为到12点它就截止了，到0点就截止了，到0点就截止了。你们就去那个视频上去点赞转发一下。如果我是第三名的话，我是1点金豆都没有的，我就白参加了，就白参加了。如果说你们有打赏的话，也可以，打赏一下，因为打赏是8积分。打赏是8积分，你第一，你看一下，就是在那个赛事的里面，就我那个视频前面不是有个赛事吗？
然后那个赛事点进去了之后，赛事点进去了之后它有排名的，我现在应该是排名第三。我现在应该是排名第三，我去看一下。诶，怎么拉到那个下面？就是这个嘛，然后不是这个啊，是往下拉，然后你们一直都往下拉，拉到这个视频。就是2022世界杯足球赛世界杯手势舞这个视频，然后这个视频现在已经没了吗？它应该是到那个几点钟来着？对，然后它这个地方点这底下不是这个，别点错了，是这个最新的这个有艾特的。然后这边点进去，然后点赞、评论和转发是可以转发的话5积分。它现在那个活动好像没有了，它是到19号结束的，它是不是已经截止了呀？它那个赛事怎么没有了？他不会已经结束那个积分统计了吧？不是到19号吗？今天才18号呀。我视频里没有什么。他没有排行了，他应该是有一个排行的，然后看不到了，不知道呀，应该要等足球赛结束了才截止。反正你们就先转发，先打赏吧。到时候如果他们平台再出错，我就骂他们。都没到19号，我的粉丝还没开始打赏我。我积分如果是的，涨到115几了，好像我看到了。我不可能只有140啊，我昨天看还115几啊，就有点过分了。那我到时候跟他们的人说一下。他前两天跟我说那个积分没有动过，然后就说给我道歉，然后后面就说动了，他打赏一下然后动了，然后现在又没了。谢谢你们。反正如果得不到第一名的话，这笔收入我也就没有了，那我就算了，就惨就惨吧，也是真的蛮惨的。说我是平台第一的主播，连这个活动都达不到第一名。怎么看有没有第一呀？从哪里看？我怎么没有地方看啊？
还有15分钟，先闻一闻吧，先闻一闻。谢谢。在哪里看？热门中间倒数第三，我可能这个版本是旧的，然后看不了。怎样要登录才能看？算了，这个现在是3329688，好像32968。大家再转发一下，如果有有空的话，大家有空的话再把这个视频再转发一下，因为转发的积分比较高。如果能打赏的话就打赏一下，因为我们到12点应该就截止了。它上面写的是几点钟吗？上面写的是12月19日，对，那应该就是0点，应该就是0点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萱姐，最美了，谢谢。我这个活动它可以第一名可以拿6万金豆，所以还是蛮丰厚的这个奖励。我平时直播的话打赏也蛮少的，一个晚上有3万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一般都是大概1-2万左右。如果这个活动通过点赞和转发能拿6万的话，我还是蛮开心的。对，是6万吗？好像是6万吧。我平时直播一个晚上1-2万吧，也不是很多。谢谢大卫。所以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，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。
就算是有上限的话，也要把它加上去。先起吧。
就是这个我第一个世界杯手势舞，然后世界杯手势舞这个地方打赏、评论、点赞和转发，转发有五积分，然后第一名有60000金豆的奖励，就大家帮我一下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打赏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做引导吗？要么等一下晚点做，大家都去看球了，等一下晚点做吧。是我晚点做引导好了，先掏一会儿耳朵。大家回来再做引导吧。
Thank you.